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密品牌青春代言人田曦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我的夏日凉感衣橱，如何在酷热的天气里穿对自然凉。首先是这件第四代的维密 Cool Air 小冰杯，主打更凉更透气，是我夏天保持身心舒爽的小秘密。杯面跟侧翼都用到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纤维，除了摸起来冰冰凉凉的，还添加了速干功能。然后就是小冰杯的核心技术，洞洞棉被，乍看起来没什么吧，这样看出来了吗？从这里到这里有上百个透气小床。不止这样，维密小冰杯在杯垫表面添加了一层可以单向导湿的特殊材质，能让你的肌肤全天候在呼吸，所以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处于比较闷热的场合，例如我在拍戏中会遇到夏天拍冬天的戏份，或者是古装造型戏服层次会比较多，小冰杯都能让我感受到凉爽的触感，不担心汗水的困扰。除了功能升级了，维密小冰杯还有好多新的时髦款式和颜色，满足不同的穿搭需求。我个人很喜欢的是这件网纱款，当做内搭也可以哦，配件轻薄的外衣就很有层次感。最后，在维密怎能错过好看的睡衣呢？我身上穿的这款呢是水光绸睡衣，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凉快，很适合夏天，看这个光泽是不是很美啊。还有这个天丝系列也是我很喜欢的面料，天丝呢是一种天然纤维，材质特别的温和，不会刺激肌肤，触感非常柔软，可以很好的陪伴你入睡。除了轻薄印花款式，还有面料克数高一些的提花选择哦。这个夏天跟我一起由里到外穿对自然凉。